其实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对，一是热爱艺术，配音艺术，二是认真。嗯，对，就是只要配音的时候没觉得累。嗯，有我们两个常常连夜两三晚上不睡觉，赶这个片子。哎，对，累一会儿就躺在地上，躺十分钟，弄两盒磁带，对不对，董浩？弄两盒录像带当枕头，就躺在地毯上，因为录音室是地毯嘛，躺地毯上睡会儿。啊，起来一踢，起来快接着配了，哎呦！那这个孙悟空是后边了哈？不不，几乎是不不，孙悟空是八二年，前八二年，就是八二年《西游记》八六版的《西游记》，第一次去扬州瘦西湖拍试验集，对，叫《除妖乌鸡国》。嗯啊，我配孙悟空。你这猴头，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，又来干什么啊？啊，我师父发慈悲，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。我想别无回生之术，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。啊，一千碗啊，当饭吃的没有？没有，一百碗也罢，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哎，快快快，十来碗也罢，一碗也没有，快走吧。真个没有？没有，到别处借去。第五集到第四十一集都是我配的。哦，中间还换过人啊？不，中间是这样，我先配了十几集，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啊，我不中央电视台，您知道王老师没有配音演员这个编制，我去专题部，我带着一个摄制组去东南亚拍电影去了，拍片子去了啊。弄完了之后，那点《西游记》不知道什么时候剪好了要配，不是说我们都是配音演员坐着的，等他来叫我们，我们都各自有事，董浩也有事，随时低了。他也不是专业的配音演员，随时低了啊，随时需要配的时候通知你啊，明天来啊。那阵找我，我已经走了，在国外了，找不着了，就找了另外的一个。李阳老师，他是一直是带团队的，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，怎么联系你们呀？有，所以联系不上了吧？就是座机吧，单位的座机，座机也能联系，打长途。